大家好，我是张淼怡，今天我来干什么呢？这是谁呀、啊？是谁呀、啊、？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鲍勃。很多就他比较先生，没有任何默契可言。OK，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拍摄了。现在我们妆发完毕了，但张老师，你对，张老师还没有。啊，我没有露啥也没有，这两天没有换衣服啊，我已经换好了。我今天第一套呢，属于是一个高马尾，然后时尚女郎。OK， 现在第二套，这一套还蛮好看的。看我们小张老师，啊，这都很好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好看呢？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套啦。潘老师也在录，对，我也在录。这不知道是第几套啦，所以。来，谢谢，这是不假花，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，好漂亮，好像假的，谢谢。哎，这次还蛮好看的，因为刚我们那是光的。OK， 这套拍完了，那个挺好。哈喽大家好，今天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套啦。我给你的感想吧。今天跟小老师拍的非常的开心。嗯。跟大家都很好，然后因为的话，他有点冷，有点热，其实挺好的，就是非常有发条感。你是这个，我不行，你这个。